主求保护裴香，尽显人夫感。李荣，你个傻子，他早就想废了李川了。他给你指婚的这些男人，全都是王八蛋。强哥，救我呀你！我还有帮挡血的，对对呀，这个是刺我，你还得挡我。你应该就去把他一发发，哎呦，行了，行了，他就行了，别发，我帮他护一下，帮他护一下，啊，护一下，好，再过来吧，把那个翻过来吧，对，过来，哎，翻一下吧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翻头，翻头，对对，正好看这样，对对，好，我他上去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把你掰过来，我护我这个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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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人也快往前。让我们直观感受一下裴大人的理工男魅力。这是我，这是九。哎，我觉得观众看这个比较直白一点，这是我。对啊，观众看出来这个挺硬。这个是我，他的菜区分不一样。那不行，你把条理说了，他不是问你要不要吗？你说不要，你把四翻开来说。九点够了，这九点，对，够了。然后我说，哎呀，朱大人排名还挺大。然后我就问他想赢还是想输，然后我很自信，我要了两张，你以为我会报？结果翻了两张一点。哎，我问你啊。他如果是十点，我也是十点，但是我是四张牌，他是那我也可能那你两个一起的点数，这样更加那个好一点。对，十点，不要了，当然牌面很大。妈呀，还要吗？两张，两张。想拥有同款万能道具，你们俩聊啥呢？潘光阳，你爹说要把你嫁给苏家。是，我们这边都准备好。好嘞，蒙嘞，跟小苏说两句。他忙着呢，别的不用安排了，就是你要不跟你爸说两句。这好长时间没见你了，爹现在天天上朝都回不了家呀。